动人的 swan flower 图案，图灵则以宽记背、璀璨水晶与奢华设计绝美登场。蝴蝶造型且镶有彩色水晶的鼻眼卡，充满上世纪60年代的时尚。手表两种功能，它系列的第一个主题甜美复古风，以缎带、花卉、圆形图案以及淡雅的色彩，柔和了摩登与复古的元素，来展现女性甜美娇柔、清新浪漫的气质。美丽的瑞莎为大家带来第一套作品 Really， 运用了大量美丽粉彩水晶和精致色彩建成，来打造出超大尺寸且不对称的首饰设计。全套的项链、手镯、夹式耳环及戒指瑰丽夺目，皆让人惊艳无比。身着粉红色系的小洋装李小涵，为大家带来的是结合复古元素缎带与设计中的 Rose 套装，花式切割水晶搭配浪漫缠绕的粉色缎带，无论是双排的长链或短链，皆创造光芒闪耀又不失清新典雅的复古气息，搭配春夏新色的 Shape 戒指以及新款的手拿包。创作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红地毯系列的晚宴包，这是参加时尚派对的必备。花花，这一套的作品是以缎带诠释甜美复古风的 Ribbon 项链，利用灰色水晶针以不同深浅的粉红色水晶珍珠与串珠，仿造刺绣般的技巧，巧妙地交织出花朵簇拥的形态。同款的缎带手链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胸花，展示浪漫醉人的花样魅力。
相辉映，利用珐琅材质包厢，优雅别致的长方形、透明以及彩色的水晶，簇拥着每颗瑰丽的切割水晶，打造出犹如是花蕊般璀璨盛放的景象，别具复古韵味。系列以摩登时尚的手法重新诠释机械学的力与美，部分首饰完美结合了橡胶、水晶、不锈钢以及陶瓷四种不同的材质，正好符合本季材质混搭的流行趋势，也与全新男士手表系列的材质相互呼应。
球形的水晶网布，将甜美风格转化成热力四射的 disco 风。手镯仍是今夏流行的单品，黑色牙刷椅衬托透明树脂中注入精致的透明水晶与紫罗兰色水晶，创造引人注目的亮点。时期的复古未来风格，金属圆形装饰，在抛光与磨砂的金色和银色钢材衬托下更显有型。搭配的手镯为今年新款作品，黑框色水晶网布小牛皮手袋，重新的诠释 Swarovski 的明星产品 My Bag 晚宴包，是正式宴会和必备品。尼摩露露以全新色彩重新的诠释巴洛克风情水晶珍珠系列，正好符合本季流行的复古风情。以透明水晶交织的网状设计，装点着纯手绘巴洛克水晶珍珠，精致且高雅。领巾式的颈链设计，完美的衬托出女性优美的肩颈线。
线条。最后一套作品由尼摩瑞莎为大家展演，这是一套令人屏息的创作，并用充满现代感且超大尺寸的水晶网布球，搭配包边镶嵌工艺华丽高贵的镀白金色项链，缀以美丽渐层的珊瑚色系水晶，整体设计瑰丽夺目，无限可及，可以说是巨星风采主题中最具代表性的天后级作品。以上是 Swarovski 2012春夏声光魅影全系列的作品展演。各位线上所有的贵宾朋友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专业模特精彩的演出。今天非常感谢所有贵宾朋友的莅临，一同来欣赏 Swarovski 2012春夏声光魅影全系列的作品。如果在秀上线上贵宾朋友有任何喜欢的创作，待会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都会尽全力的来协助各位。现在就邀请所有的贵宾朋友为我们专业模特来留下最完美的合影。今天的发表会也特别来